平常时都啊退潮吼，啊落去创水味安尼，伊啊一日爱饲就是爱365斤，有饲的拢无毒的。Q 弹，这是我们澎湖河豚的话，它的一个最大特色。都会有不同尺寸的尿布。那另外我们也会提供像食物剪刀这类的清洗奶瓶的服务，它可以让家长有一个很放松的氛围。服务人员还蛮友善的，父母会可以比较愿意来。每周六日晚间8点，台湾百味。